开始静坐之前，可以先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喜乐感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有一个清楚的良善的目标。然后你正在稳健扎实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光是知道你是踏实地朝着一个好的目标前进，心里面已经产生出正向的希望、清新的喜乐感、笃定的信念。这个清楚的目标在禅定的修学里面，就是要脱离开那些让心烦乱的活动，那些滋味在吸引、在引诱的心，让你钻进去，钻进去之后让你心惊动摇的那些活动，刻意的脱离开这些复杂的动作。所以眼前你下决心，不要把力气放在规划娱乐、追逐娱乐、为了娱乐而焦恼，而是把觉知带到远离的清心、独处的轻松。这种清新、这种轻松的感觉，它可以是在伴随着身体放松的时候经验到，它可以在伴随着呼吸、在按摩着身体这里面经验到。佛经里面，他把善寻那个寻 ，samkapa 啊，解释成为是一种决心。然后这决心它是伴随着正念，也就是说你是一直的在心里面下定决心，现在不要去交涉在欲界的活动里面，而是很笃定的心无旁骛的用呼吸来滋养自己，用远离的清心来滋养自己，用满足感来滋养自己，用这样的态度来品尝呼吸，品尝身体的触感，这种身体正在脱离开焦热感，它所呈现出来的方式。我们今天来探索、观察世运的非我，那世运就是五蕴里面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识我一般把它解释为知觉，那识别的功能。在佛法的心理学里面，那个意识 Vijnana 它这里面有识别、辨别这样的意思。它识别什么，辨别什么呢？简单的讲法就是，他在辨别这环境中，哪一些是适合作为自己的食物的，身体的食物、心理的食物，那些会引发其他的兴趣，吸住他的兴趣。
让他关心，让他参与其中，愿意跟这些物件、跟这些人事物互动，这样子的功能叫做试运。那这个试运里面，它的运作的方式是被着很多不同的记忆所摆布的。那这个记忆到底是谁的也说不清楚。好一个部分，它是祖先的记忆，作为我们这个生命机体，作为这一种物种它共同的记忆。所以好比说做一个人类，你看到那个好吃的食物，你不知道为什么，它几乎是在一瞬间的，它不透过思索的，不是经过你计划的，你的身心就会亢奋，有时候可能会惊艳到流口水的感觉，那个精液在分泌的感觉，瞳孔放大了，心跳加速了，环境之中有一个在吸引着你的注意力，你的那个心它背着这个记忆中那个快感的来源，这样的东西所牵引着，情不自禁被带到那个地方去。好一部分的那个记忆，它可能是这个国家、这个家庭里面所共同拥有的，它不见得真的是属于你的。活在某一个国家，活在某一个家庭里面，你受到周遭的成员的熏染，你被这个文化、被这个潮流所感染着。所以当旁边的人都为某一个事情在起哄、在兴奋，你情不自禁的好奇，这是什么东西让大家那么的感兴趣，让那么多的人讨论它，让那么多的人乐此不疲。还有一部分的记忆，可能是你的过去式的记忆，那过去让你流连忘返，好比说是被人所关爱、被保护的那个幸福的滋味，好比那种被人家崇拜、被人家注目敬仰的那个快感。你对于这种滋味的不能释怀，所以呢，在环境之中，在人事物之中，当你察觉到有某一个地方、有个角落，你可以重新扮演那个角色，你可以重新攫取类似的快感的，你情不自禁的亢奋，情不自禁的想要钻进去。那这个在说明的就是，其实试运它真的不是透过你规划的、处心积虑想好的要去追求什么，好，大概一个程度，它就是一股冲动，然后这个冲动，你几乎是无法分辨出你是从哪里继承来的，是从祖先那里，是从这个社会、从国家、从一个文明里面继承下来的，还是从你过去世继承下来的。然后不管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这些记忆，混乱了一大坨，那冲动跟冲动之间彼此是有在竞合的，有竞争、有合作。有的时候你想要甲，可是会失掉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心里面的那种矛盾两难，既想要吃巧克力蛋糕，又希望能够减肥，又苗条的身材，既希望能够有个和乐安稳的家庭，可是又情不自禁的被那婚姻以外的那种刺激感、那种诱惑而心动。这个是
试运的一个本质。所以当你的心把这个试运当成是我，当成是我的一个机体，一个载体，当成我的意思就是他就钻进去，他就入戏了，他好像是把那个演员的衣服穿上，披上了身体，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扮演的角色。同样这个试运它还生灭着，它在随着这个境界在起舞着，随着这个过去的这个业缘在起舞着，它像是一个河流一样，它有那个既定的那个灌注流溯的方向。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亲爱的，当成是熟悉的，迫不及待的投入到那个试运的世界里面，去乐于那种追逐猎物的快乐，在那种环境之中去规划着、架构着、经营着、狩猎着，你可以工作你的食物的那些人事物，然后在这个游戏场里面作为你的自我的定义，这个就是我的生命，这个就是我平常心力所灌注的地方，所最关心的地方，那个最会让我兴奋，最会让我欢喜，最会让我忧心的这种活动，这个就叫做粘着于试运，就把试运当成是自我，把试运当成是我的。但是这个试运不是服侍你的，他没有那个想要服侍你的意志，他没有关心着你长远的幸福安乐，他只是按照着他的自然的定律在里面生灭着。它这个自然的这个定律，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被你过去的各种复杂的动机、那种业缘所推动着。所以你要是以为这试运好像是玩具一样，它是供你玩乐的，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你在这个里面，哦，这就是我。我的存在的地方，我存在的方式，你就注定会被他牵着跑，你就注定要为他受苦，因为那个试运终究而言他是不听你的话的，他好像是那个中东神话里面的那个精灵一样，他好像在听你的许愿，实际上那是一个骗局，他让你以为他能够赋予你的愿望，他能够成全你的欲望，可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议程，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有他自己的企图。在安静之中观察着，思考着，反观着这个试运的本质，它好像是生命的一个原始的一种动态，环境里面某一个色声香味触法某一种现象，忽然之间抓走了你的注意力，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对于那个认定为是食物的，就情不自禁的跑到那个地方去。这环境里面，它同时它有
无法算计的资讯，无法算计的事情在进行着。你以为世运它是很忠诚的，很真实的在呈现出这个世界来，它只是在接受这些资讯，实际上它是有它的议程的，它有它的关注的，它有它的私欲的，它实际上它的注意是很偏颇的，是很片面的。这就是为什么好色的人，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留意到的可能是某一个人，而且不是只是那一个人，他留意着的是这个人的身材、他的皮肤、他的眼神流露出来的资讯，他是不是对自己感兴趣，在释放出自己能够进一步接近他的那个讯号。试运他变成几乎是全部的在关心这一个事情，周遭有1000个、10000个其他同时在发生的事情，都是退到背景，都是不觉知的。然后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活动着迷的，对这样的种狩猎，我觉得这是我在追求我喜欢的东西，那看不到啊，这里面几乎是没有你做主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被绑架的。然后在这个绑架过程里面，你以为这是你做的选择，实际上是你情不自禁做出来的选择。从那种没有办法追溯出起源，那个记忆里面根本没有办法追溯出的那个开始，心就是这样子跟着这个世运缠绵着。以着世运作为他的依归，那个有世运滋生的地方，那个心他就往那地方跑。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世运，天神的世运、人类的世运、动物的世运、恶鬼到畜生、地狱的那个世运，他的那种猎捕、狩猎那个狩物、猎捕那个猎物的那个模式，某个地方在吸引着、吸引人的心。要让那个心钻进那个世界里，这个叫做自我的形成。这就是佛经里面讲巴万那个有那个再生。佛陀他形容这个世运，一个程度上还像是癌细胞一样，它不断的在寻找着可以让它扩散的地方，哪地方有水分、有养分，可以让它那个根扎进去的地方，它就在那个地方滋生繁衍。很多很多的时候，它没有足够的养分，它缺乏营养，它饥渴而死的，它慢慢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这样衰败而死。偶尔的时候，它变得非常的强壮。那你是如此的爱恋它，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强壮。就像是蛇一样吞食很多的食物，变成一个庞然巨物，它变大了，所以它要吃的食物是更大的，它必须要更大量的食物才能够满足它的胃口，要不然没有办法支撑它自己。
然后我们只是忙碌的在里面要变大，要更多，要填补，要扩充，被这样那个冲动绑着，盲目的依循着这样的这个冲动。但是那个蟒蛇它变大了，它并没有变得更快乐，它并没有变得更安适了，它没有变得更少苦。所以这个意识它的扩大，它的复制，有一点像是癌细胞一样，它有它想要不断的复制自我的那个议程，那个指令，那个冲动。可是这个过程往往就是让那个宿主生病死亡，他们的心他就像被世运绑着的，为了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的死亡。世运现在他能够辨别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被你认定为最重要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来讲，你所爱的人，你最亲密的人，可能是你的夫妻，可能是你的子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爱人。那个世运辨识得了的部分是非常偏狭的，这个人他能够提供给你物资，提供给你滋补的那个部分，让你感到安全，让你感到窝心，让你感到幸福的那一个部分而已。实际上这个人他的大部分你是不认识的，他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认识啊！你以为你的儿子真的是你的儿子，他上辈子就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下辈子也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你聚合在一起，在这个程度上面，彼此作为彼此的食物，彼此在提供给对方安全感、熟悉感、幸福感。啊，分开来的时候，那种痛苦，那是多么大的痛苦！各要奔向不可知的未来，几乎是永别了。那个几率，你要能够再见到他的那个机会，再跟他相遇，或者是相遇之后再继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继续延续着彼此这一种关系里面带来的快乐，那个几率几乎就是零。然后这是你世运里面你最认知的部分，你的世界里面大部分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人事物，这就是你的世运。在安静之中，以一种不交涉的心情迷恋它，你是有一种超然的平舍的观察着世运。基本上在观察世运就是在观察着生命的本质，这你最深深爱恋的东西，在决定着你的游乐场的这种活动方式。那这个是没有终点的，它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真正的可长可远的安全的，它这里面有的就是包袱，有的就是不稳定，有的就是这种不停的生灭。所以佛陀的弟子如此的观察，心里面产生厌离心，
这个模式，不值得我这样子永恒的被他绑着，永恒的跟他牵扯在一起，和在一起。因为厌离心，所以对于世运越来越没有那种熟悉感、亲爱感，被他迷恋，要为他亢奋。所以尽管你还活着，那么惊艳得到这生生灭灭的现象，可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它会真的拉着你、推着你，然后制造出这种苦迫、被逼的感觉、被挤压的感觉。这个就是一种出世间的解脱。你能够越清楚的认识这个世运，它能提供给你的是什么？它的过患是什么？越容易从这里面解脱。看到它能够提供给你它的那个界限，它的那个天花板，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过患，看看有没有某一种过患特别会让你触目心惊，特别会让你动容的。真正的正确的厌离心，他所伴随的，他所导向的，就是心，他对于这个现象有一种清凉，一种已经准备好要放下这个担子，这种心境。你在兴趣上面越不跟他交涉，你越能够对世运平心静气。不会再扎到你的肉，你的灵魂里面去生根，你不会跑到他的那个里面去扎根。吸气时，观察世运；吐气时，观察世运。吸气时，知道世运的动作是不稳定的。吐气时，知道世运的动作是不稳定的。吸气时，知道放下对世运的爱，就是放下负担。吐气时，知道放下对世运的爱，就是放下负担。
佛经里面比喻世运它像是猴子一样，还是手抓着一个树枝摇摆的，它在纵横于森林里面，这只手松开了上一根树枝，下一只手已经伸出去准备要再去抓住另外一根树枝。同样，它这个世运，它不断的在环境里面，在内在的环境，在外在的环境这边寻觅着那可以让它抓的，那个吸引它的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不令人感兴趣的，所以环境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没有觉知到的。那个被你觉知到的那个东西，那几个东西，那几件活动，它就是你的世界，它就是你整个心关注的所在。然后这个兴趣它是没有办法维持久的。你想想看，不管是你多么着迷，多么感兴趣的东西，你能维持那个兴趣多久？你再怎么样的爱吃牛排，坐在餐厅里面两个小时，大口大口的吞食牛排，你就会感觉要厌倦了，你就会想要接下来要去哪里玩，接下来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继续坐在那个牛排馆里面，已经变成是一个累人的一个事情。同样的，那个世运的本质，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抓，每一个抓的东西能够提供给你的亢奋感，就是这样子而已，不断的在流逝的。然后一旦那个新奇感没有了，一旦那个刺激感变得平淡了，你的触角要重新再伸出去，重新的去寻觅，不断不断在循环着这种被某一个事物吸引，在吸引之中感受到亢奋，在亢奋之中得到一个程度的快感，然后那个兴趣退失掉，重新要再去狩猎，重新要再去寻觅。像一个猴子一样的动个不停，每一次被他掌握住的那个东西，能够把握住他的注意力，那么短的时间，你就连你在看一部电影，你看的也不是一个东西，你是在追逐着，在抓着好几个不同的故事情节，好几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世运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那世运它随着这些无常的事物提供着无常的快感而生灭的，一下被捕捉，一下松开来，这里面就是有压迫感。
去留意这个压迫感，去留意这种辛苦，去留意在这里面轮回的那种动荡不安，就能够帮助你去了解，这真的不适合作为自己的家，也就是说这不是我，这不是一个值得让你钻进去不断的在那个里面乐此不疲的一种活动状态。你已经经历着这种生灭无数次了，它能提供的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它再怎么变化，你在尝试着要怎么样去架构它，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本质。换汤不换药的，连续剧故事内容好像不一样了，可是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些爱恨情仇，就是那些三角关系在一面动摇着你的心境，让你感觉到亢奋，里面看穿了呢，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安稳安乐的。
在托钵乞食归还的时刻，独坐于树下，正入无忧的心境。所有系缚心的结，不管来自人间或天界的诱惑，断尽，摆脱了所有的漏，我的焦热以止息，清凉涅槃。